睇片之前记得订阅鱼一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我知道一路走嚟都真系好唔容易啦，我自己作为歌手都知道。其实有阵时真系，甚至系越有经历、越有经验嘅歌手，其实越走嘅路其实越嚟越难，因为你要喺好细嘅客缝里面，又要揾到一啲进步，希望自己不断有进步嘅空间，又希望可以不断俾一啲新鲜感观众，确实真系好唔容易。咁我记得你，其实你今次系透过我哋其中一个 common friend 嚟到去啊揾我，咁同埋阿 J 写咗一张好。真係好真摯嘅卡俾我，就講佢呢演唱會嘅心路歷程，同埋點解好想邀請我做呢演唱會嘅嘉賓。咁我睇咗之後都好感動，覺得同埋你話呢個話真係你最後一次演唱會啊！係啊，因為真係好艱難啊！真係你係我哋寫低你睇下呢個張嘅，我明好艱難，我明二十年好艱難，我三十年其實都好艱難，我都頂到今日。所以你唔好放棄啊！我唔放棄，你都唔可以放棄，知唔知？我三十年啦 ，OK。如果嘅歌聲可以為上帝繼續唱，我會啦。即今次點解揾你？因為其實 Sammy 喺我生命裏面係好緊要。我一路都係聽你嘅歌。喺獎牌唔係獎牌，冇差唔多。我聽嘅。你冇講你有咩啊？真係由你嘅。我想我由你初步等等啦，叮当大部分的年代开始听，一路到失恋啦，听你给最伤心的人不拖不欠，到点解拣上帝早预备呢只歌呢，就是在我人生里面经历一个困难的时候，你呢只歌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所以今天我这个演唱会叫约，就是我希望有盼望带到给所有人，可能大家都失去了盼望，所以我想告诉你，只要你好像你的歌一样，你信佢交俾佢啦，佢會幫你預備嘅，真係會預備。好似今日佢為我預備咗 Sammy， 就已經睇到呢個係一個神蹟啦。咁又未至神蹟咁誇張，我好容易揾嘅，真係打電話嚟嘅，我好 friend 嚟嘅個人。我覺得好難得啊，所以而家一定要做一個小 fans， 我要影個 selfie 先得。我整個啲肌肉出嚟先。其實今次的演唱會都有很多小驚喜給大家。是啊是啊，最驚喜應該是女女打關鬥，是不是？我今天也驚喜，因為她第一場她打了四個，因為我怕她緊張，因為緊張怕她手軟，我就說你不要打那麼多個了，你不斷移啦。那我沒想到今天她說打六個，我都呆了，她真的越打越有這樣，那所以我都替她的勇敢，我覺得很驕傲。她都給了一個驚喜爹地。是啊，其實我們夾了很久的，因為我又不敢太早告訴他，因為怕他會守不到秘密的。他今天說完呢，他禮手就告訴老爸聽，所以我就今天爸爸出了門口的時候，我先跟他夾，然後叫他自己要說，即是他自己要說話，他請大家唱了生日歌，他練了一陣子的，所以剛才那個秘密沒穿，我都很開心，因為我們沒什麼送到給爸爸。他為了我們這個演唱會，他真的勞心勞力，所以連慶祝我們都未諗啊，咁所以我今日好多謝即係在場每一個觀眾同我一齊唱一隻生日歌俾佢咯。但爸爸應該冇諗過啦。佢唔知㗎，唔知㗎，係啊係啊，所以佢都
應該是幾 surprise。 首先記者朋友說他的面紅了我不應該這麼整蠱他的，不過是不是都有 Sammy 的給你的支持啊？嗯，是啊， Sammy 真的很好啊。我都想嘉賓即是有很多朋友都很想，但是、如果對我真的很有、即是給我很大鼓勵是 Sammy 咯、所以我都即是試一下啦，因為都知道疫情不是那麼容易邀請到人出來，所以、他來到是一個鼓勵，因為我希望這個演唱會是帶到給我們香港人有一個盼望、希望他有這個力量咯，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再一次呢即是回復回正常，所以我就想找 Sammy， 因為他給我在人生最艱難的時候他的歌呢是給我很大鼓勵，所以就選了上帝早已預備，即希望大家即交給他，不用擔心。你當時是不是寫了一封信？是啊，因為我覺得不是只是可以電話這樣問他，那真的我覺得要有誠意咯，所以我都要真的寫信，我寫到我寫了很大頁紙所以真的我覺得要有些誠意啊，誠啊，那去那我就送了一些薯片給他啦，我搜羅了很多不同的薯片，因為知道他很喜歡吃零食，那我就是各不同地區那些都掃了一堆，這樣自己包伸手包了一個籃給他，咁連埋個信，跟住再補埋個信息俾佢，咁所以係好感謝佢今日嚟支持。但係你喺嗰個卡嗰度，即係透露可能係你最後一個演唱會。係啊，因為我都同佢講話，我對上嗰次係十年之前，咁我話喺紅館開演唱會係十年啦，咁再上一次又係再八年前啦，咁我話真係好艱難，我話我真係唔知仲有冇機會再可以喺紅館開演唱會，咁所以如果係呢個係最後一個嘅話，我希望即係可以邀請到一啲我覺得喺我生命好重要，即係俾我好大鼓勵嘅人，咁所以佢就叫我你唔可以係最後一個㗎，咁因為艱難啊，唔係咁容易搞得到，咁所以我真係當最後一個咁去做咯。咁頭先阿蕭俊南話，如果即係 Juno 都開翻個廿週年演唱會就好啦，咁你哋有冇聯絡？Juno 我就冇同佢聯絡啦，因為其實好耐都冇揾咯。咁但係即係 Juno 都一路做音樂，咁我都好多二十年前，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嘅新人都好多啊，譬如Cookies 啊、余文樂啊，仲有邊個啊 ？Juno、蕭正楠啊、林義文、林一峰啊，咁佢哋都好好。我見有啲我啲朋友，佢哋今日 Carrie 啊、Stephy 啊，佢哋都有送到花籃嚟啊，咁所以都好珍惜啦。咁希望遲啲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有個 reunion 啦。會唔會都想啊？即係期待呢個 reunion 啊？順便幫佢哋破埋冰。我破唔到冰喎，我就即係唔知啊，因為其實要約曬咁多都唔係容易咯。即係私底下有啲可能二十年前嘅歌手，我哋都有聯絡嘅。咁但係即係我同 Edwin 都好耐冇見啦。其實我都差唔多十幾年。我諗上次見係《美女廚房》，我啱啱生完 BB 嘅時候先見到佢一次。咁所以希望啦，希望佢哋遲啲可以聚一聚啊。但 Edwin。邀請 Edwin 的時候，是不是都一口答應的？是啊是啊，他都很好啊，因為他就說哇你還在唱歌啊，即是他說你都還堅持到啊，我說是啊是啊，真的不好意思啦，真的很難的我都知道，所以他就因為他在拍劇的我知道，所以他是特登就我的時間啦，還要我還要做兩場嘉賓，即其實這個真的很奢侈的嘛，你的時間，所以真的很多謝他咯。好，多謝，我哋上一課。